婆婆今天就特别开心，知道吧？她不停的在跟周围的人就介绍，就说这是我的孙子，这是我的儿媳，他们都是来自中国的，怎么怎么样？搞到后面我就有一点点不好意思了。Hello， 你看我今天的裙子是红红红红，因为婆婆昨天就来了就跟我说了，希望今天能够让我跟她一起去参加她朋友儿子的婚礼，然后我今天就带着小家伙就跟着婆婆一起去了。我老公呢，他觉得球赛更重要，所以就抛弃我们了。妈妈，爸爸，妈妈，妈妈，爸爸，妈妈，妈妈，妈妈，爸爸，妈妈，妈妈，爸爸，看小家伙衣服也是我亲自挑选，希望今天我们不要跟婆婆丢人吧。看婆婆和小姑子今天是盛装打扮呀，哇 ，so beautiful， so beautiful。婆婆好像还化妆了呢。我们准备出发了，除了小家伙，我们今天就是女生的 party。You go to a wedding party. Yeah. Mom says she's so happy that you're coming with us today, Lei. Will be your first proper wedding that you can see? Yes, yes, the first time. It's a traditional wedding. Very traditional wedding. Yeah, you would like it. And I don't know in China what color clothes do brides wear. Normally it's a white dress. Sometimes it's red as well. Oh, I have two dresses on my wedding. It's red and white. Oh, we wear. Yeah, you'll see ours is very. Maybe it's very different. Yeah, very different. You would really like it. Oh. Shine in my eyes. Oh, 太阳好，太阳射到你的眼睛了，是不是啊？那你太阳射过来，你就把眼睛闭上啊，乖。我们快到了，居然看到那个，这个是婚礼的车队吧？我天啊，他们好像是在跳舞哎！你高兴？你的 people， can you see them over there？ 小妖，我从来没看到过小姑子那个化妆，今天觉得好新奇。这个是我们要参加婚礼的地方，看大家都是精心打扮了。哇，好多人啊，婚礼好漂亮，我也不知道哪个是新娘，大家都太漂亮了。就跟着婆婆走了。哇，你看这个是举行婚礼的地方，好美耶，好多人。小家伙跟着婆婆坐在这儿先，我准备跟小姑子两个人去取一点甜点啥的。这里大家都太美了。Everybody is so beautiful here. Oh. Oh.刚刚那个是婚礼前的仪式，好热闹啊！我跟小姑子俩拿了一点水果在那吃。You like the traditional wedding, babe? Yeah, like it's so different. Really different, isn't it? Yeah, 跟中国的婚礼还是有一点点不同的。但是这个，因为婆婆的那个朋友他也是巴基斯坦人嘛，所以好像来参加婚礼的都是他们那个巴基斯坦人。我从来没有想过，真的是我想象中的那个样子的。这是我随身携带的一个小吃货，在这儿认真真正的吃他的水果。
小家伙人多就开始展示自己了。现在是家庭主要成员合影的时间，这个环节结束了之后就要吃饭啦。这是今天的菜单，分前菜、主菜，还有一些佐料啊，然后后面还有甜点。是什么羊肉咖喱、羊鸡肉咖喱，还有肉什么？待会儿到了就知道了。吃面 ，smile，angry， 我 sad， 哇，我的 sad，scary，scary，scary， 哇 ，surprise。哇 ！Party 耶！这个就是前菜了。如果跟我一起出门还挺乖的呢。别别。你乖不乖？别别。都嘴巴上吃的东西，我们在等下一道主菜。现在上的是主食部分，有两个咖喱，鸡肉和牛肉咖喱，然后一个炒饭。大家基本上都是取了自己想要的食物之后，然后轮流的传给下一位，然后下一位再取自己想要的餐食。这是我跟我自己选的，小家伙选的饼子。刚刚肉应该吃饱了，他吃了好多羊肉好像。Are you alone or your mom's there? Yeah, it's only one. Yeah, only one. My mother, you know, is very nice, treating like a old girl. She's like, you're very nice. We get our way. They look good.Paper, scissors. 临时变换呀！我们刚刚坐的是女宾区，现在这边的是男宾区，男士都在这边。怪不得刚刚都没有看到男士呢，原来跟我们不在一个房间。小姑子和小家伙在这儿等着这个巧克力喷泉，小孩子们都在这儿好奇的等着呢。这边还有不同的甜点是自取的，这是小家伙送的草莓巧克力。Let me hold it. Thank you, thank you. 小家伙今天吃的可多了。婚礼已经结束了，我们现在回去了。小家伙还贴心的跟他爸爸带了一个甜点回去。Thank you, mom. Today is very nice day. Nice. 小家伙今天真的是玩太开心了，也辛苦了，洗完澡就睡觉了。所以现在我要抽那个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今天去参加这个婚礼的一些感受。Do you know today? That's quite a big wedding, you know. It quite surprised me.Yes, traditional Pakistani wedding. Our wedding was exactly the same. If we had got married here in the UK, our wedding would have been exactly like that. Really? Yeah. If that our wedding, your family can make it, that would be perfect. Yeah, that's true. That's, I was very sad that time about that. But of course, that time, I was more sad because my mom was sick. Yeah, that's quite a sad story. But you know,with the marriage, and the common outcome wouldn't change the fact that we have a great marriage, do you know? Oh, okay, that'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Yes.其实婚礼就是一个结婚的形式啊，现在很少接到这种大型的婚礼了。说实话，就是大家就是一切就希望从简，因为毕竟结婚婚礼是两个人的事情。说实话，就是大家就是参加婚礼的人啊，都特别开心去参加婚礼，送祝福，非常享受那个时段。但事实上，真正结婚的那从准备到结婚当天，真的是特别累。我记得那天我饭都没吃饱，对，真的今天的那个婚礼啊，真的对我来说是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体验吧，对吧？不同的感受，让我既感受到了有像中国婚礼的热闹啊、欢乐，还有热情啊，
同样也有他们不同民族风俗的一些礼仪啊，还有一些习惯，我觉得真的是挺好的。包括婆婆今天就特别开心，你知道吗？她不停的在跟周围的人就介绍，就说这是我的孙子，这是我的儿媳，他们都是来自中国的，怎么怎么样？搞到后面我就有一点点不好意思了。嗯啊，我说我婆婆也是非常非常好对我，但是我都说的是实话啊，就有点不好意思嘛。然后婆婆说，刚刚分手的时候来说，下次有这样的活动我们还是一起去啊，就我们三个人。我说好的好的。所以今天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一天。好了，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了。你们觉得今天的婚礼怎么样？请在留言区我们讨论一下哟。那拜拜。